您肯定不会使用容易被撬开的门锁来保护住家的安全，那您为什么要使用容易被破解的密码来登录您的网络账户呢？阻止网络罪犯入侵您的账户，使用至少12个字符和高度安全的密码，并开启双重认证功能，保护网络账户和个人信息，做好防范，安心上网。更多网络安全的贴士，请浏览以下网站。